对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，当男生男团都会跳一些很帅气的舞蹈，然后台下的那些粉丝就会，我就是很想要期待这种尖叫声。对。今天其实我找威廉跟昆达来，就是要成立一个限定男团。哎呦，就是来帮我们圆梦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邀请？对啊，而且你说找昆达，他算现在算是线上的男团。没有，我们曾经都是男团。对。哦，没有，现在还是你现在是啊，过期是已经是过期过去了，过去过去，要讲清楚，过去的男团，对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，当男生男团都会跳一些很帅气的舞蹈，然后台下的那些粉丝就会，我就是很想要期待这种尖叫声，对，因为所以你有感受到你的尖叫声吗？有吗？尖叫声，有，你看。你应该多跳一点舞的。是啊，你看那个尖叫声，可是刚你刚刚那飞那么高，然后唱那么多歌，所以很多人就想说，唱跳团体还是尖叫声是蛮大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等于找你们两个来圆梦啊。好，你说有 OK 吗？这样子还会想再做这样子？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请你的那一团跟你的那一团一起来，两大团，但是因为。没有什么钱啊，对，钱就花光了。我们跟静姐的交情怎么会谈钱呢？对啊，对啊。哎呦，所以可以不用钱吗？他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会分分合合了嘛？不会分合了，对。团体很正常嘛，又分又合的，对。好，因为基本上我请嘉宾来，主要也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演唱会的主角有时间可以去换衣服。啊，对，我们要去换衣服。是不，你是说换回便服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换回便服。你要下班了是不是？你会不会太快？还有吗？